2023年4月4日，洛神拍摄于台北市士林203号公园。4月4号桐花开花的状况，要看桐花，记得一定要在4月中旬左右，千万不要在5月初。5月初的桐花容易被雨水打光光，要看桐花记得在4月中旬左右。4月桐花大盛开，5月初的桐花容易被雨水打光光，记得一定要在4月中旬左右看桐花。5月初的桐花容易被雨水打光光。结束。